오신 것을 환영합니다. 미니언 생성까지 30초 남았습니다. 停在了不可思议的位置。你自己放吧，我不可能放眼。我的眼永远都是用来杀人的。我们先进这个草丛看一下子啊。Monkey, do you want go meet? No. 为啥要勾密的呀？你打个哈子没啥问题呀，我打拉耳，你打哈子呗。 No, no, 勾密的。没 A 出来。 吃药瓶的走了，感觉能越塔杀了，他这个血量，打一套。 这玩意儿点人也不掉血呀！哎，烦死了！你说你蓝都不打，大哥，就过来抓人？不是蓝不打，红他都不打，你要干嘛？没完了是吧？ 先来个皮孩吧，这个兵线不太好了，一会儿蜘蛛来了，我们应该有挺长时间要在线上待，待回家了。这中单应该还行，中单。 一般中路要是我人玩的话，应该玩的还比较的不错，他应该比他段位高。他马上要变大了，我们收波兵啊。 哎呀！这怎么还不回家了呢？
杀不死，打个闪也行吧。看他出啥了啊？红宝石、小长剑。我们的伤害不太够，能杀得了他。阿군이당했습니다적을처치했습니다阿군이당했습니다还追呀？哎呦我这都能打着我！对不起，再见。不是只有你会伤，我也会伤。明白吗，弟弟？哎，这游戏玩的真累。先插个眼儿来，走位。为啥一个蛤蟆能走到上路来呢？下回中密室能不能打打信号？简直可恶！제압되었습니다하자死了적을처치했습니다空一波信儿这把出三项也行，出分离者也可以，都可以，主要看我们这把对线有没有特别顺吧。哎呀，这两个兵，那跑啥呀？这两个兵，哎，气死我了！적을처치했습니다적을처치했습니다我们去波中路。这蛤蟆应该回家了，我们把蟹打了。我抢和气了，你今天不交易，我指定不交易，跟我抢和气，我的天哪！和气可以给你，命给我留下。主要还是这蜘蛛来的时机比较好，
刚才我们千万不能跟他抢戏，你知道吗？跟他抢戏，他就直接一个手惩戒，然后两个人一包我们，蜘蛛有翼直接跑。千万不能跟他抢戏，一定要把他打死。正好前面有个蟹，他还没法翼我们。拉尔如果不出来就挂机了。出来了，出来了，那说明没挂机。来个三项。呀，这十分钟装备有点好啊。不宣布无敌了，无敌了。无敌了，虽然才三个人头，但是也是无敌了。装备太好了，装备好的这离谱。他没接到呢。现在这小炮就应该一直往上走，别去帮那波比了。你往上走，俺俩无限越塔杀他，这玩意儿吹的跟个籽儿一样。啥也不懂啊，这小炮。把翼交了，他肯定往里憋，我们不着急啊。人有点多呀，把屎都给他们吃了，一口屎也不给他们留，知道吧？我在中路一站，河道一站，没有人敢动，所有的屎都给他吃了，谁也别想吃。后边有蜘蛛啊，这边我们赶紧过来啊。好，全死了。我先 W 一流头 Q 瞎子，一个点烟套上接个平 A 再 Q 一下都上了，好勾快勾。拉尔下来没战斗力，刚这波要是有点烟就好了。五杠一，五杠一怎么钱那么少呢？还是塔皮值钱呢。抽他一下，再抽一下，有没有死吃？哎呀，我刚才都给吃没了。嗯，那算了吧，回家吧。出装备吧，来个铁板骸，这把就不出水银骸了。这把这蜘蛛对我们威胁太小。如果我不出布点骸，有可能就是给这个拉尔机会，知道吧？哎，这波蜘蛛来了。
蜘蛛打得挺快呀、啊。这波耗血，下波直接越塔杀。杀了，直接越。遇上墙，我连大都不用的，直接就死。其实我跟你们说，他早就可以来越塔了。他一直在那晃晃晃晃晃。但我不想支配打野，你知道吗？我实在是不太想支配这打野，我觉得支配打野是最令人讨厌的。你打野都有自己的思路，但是实在他的思路太烂了。这人头可以早就可以无限打，这玩意儿都应该零二八了。现在拉尔很稳，稳没有用，兄弟，这英雄碰着我猴，只有被越塔杀的份儿。他现在还没这蜘蛛等级高呢，415没有蜘蛛等级高。家伙，送了个600，我都不知道他那野咋打的，都很奇怪。峡谷先锋可以要啊。这女警咱也不知道在这面前晃悠什么玩意儿了，晃晃悠悠的。打峡谷来，记那玩意儿有啥用啊？他跟我闪现同步时间的，整像你会玩似的。爬的已经六绿豆了。我们重回钻一，哎，就是这么的轻松。呀，他给峡谷先锋点死了，点死撤吧，点死了这就拉倒吧。这眼儿必须得给他排了。我那屏幕上方写个钻一，打完结束以后一看我们是钻二，我就懒得改，完了还老问，也不知道问啥。那钻一跟钻二你说有啥区别？根本一点区别也没有，两把就完事儿的玩意儿了。改的多费劲，改来改去的还得给他改，整的像我是撒谎了似的。哎呀天，这些人呢真是
我就这么告诉你啊，兄弟们，不是你猴哥狂，是白银跟钻石我打起来就没有区别。没有任何区别，就韩服的水平，宗师往下的角儿都没有区别，很少有人能打得过我，并不是因为我带点人，因为我们的理解是可以的，可能偶尔有一两把可能没操作好，但总体的东西啊，我再跟他打一把他还是打不过我，有的时候可能会抽风崩一把，那很正常。他咋跑那么快呢？你看着没，这流头要杀我那就得一万个人，这没办法，这是人太多了。大龙，这牛头不闪现 Q 我走了，他闪现 Q 我，我没办法，这蛤子出的无数海，我刚想 Q 他一下 Q 不着， Q 他 Q 半天没 Q 着的人。哎呦我操，他跑了应该。哎，好勾。另外有些兄弟质疑我吧，其实也正常，其实是正常的，就跟你们嫂子一样，他不知道我是什么水平，所以呢他没打过呀，他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水平，所以他就觉得哎你打不过，那你就是打不过，你打不上去，哎那你就是打不上去，其实不是，你不明白，只能是，这很正常。哎，是因为你不明白，所以导致你会出现一些这个质疑的这种现象，也比较的正常，啊，是可以理解啊，可以理解。哎呦！这怎么死的？这是？不能乱玩呗，就是还得干呗，行，没关系，还得打架，他们没放弃，记住啊，千万别压起身用R，先打他们家 ADC。谢谢你，谢谢你，蛤子，给我个面子，今天把蛤子放了，出去把这举报了，给我个面子，兄弟们，这手接力可以啊，今天放过他，给我一个面子。还不放弃呢，能行？给蛤子点一个红色的赞，给他点一个红色的赞。